韩文创造者世宗大王，为了争取全民识字，世宗排除万难，在景福宫内避过一场又一场的惊险暗杀，荣获韩国及日本多个电视剧优秀作品赏，《象客》《新世经》《韩石贵》《宋仲基》，好评如潮，剧力万钧的历史古装韩剧树大根深。